感恩师父。哎。广大灵感观世音观世音菩萨。啊。感谢十方三世诸佛菩萨。啊。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。谢谢。把这样的一个好方法传给全世界，真的很感恩。我们这几天在这儿，确实是很感动。台长对我们法师特别的照顾，我们都讲的事情真的很惭愧，我们没有很好的学得好，真的是很惭愧。法师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了，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先头人了。祝愿法师越修越好，我们以后都要在天上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感恩感恩，真的无法用感恩的心情来表达我自己的这种心情。嗯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请台长慈悲开示。嗯。我那个礼佛堂也叫观音堂。嗯。已经。我们挣扎了已经半年的时间，嗯，先几起几落，老是搞不成，嗯，我心里很疲惫，觉得，嗯，我还是坚持下去，还是就是请，嗯，台长开始，嗯，我，你能告诉我，嗯，属什么吗？就告诉我属什么就可以了。属，老鼠。1944年，嗯，1948年。4月4日，属9月下旬之后，嗯，你就开始顺利了。我已经叫观世音菩萨加持你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，我一定会很好的把台长的弘法利生。嗯，本来弘法利生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家务事，我一定更想尽我的心力。哎，弘法利生。你知道，这位法师，你知道你是天上果位蛮大的。阿弥陀佛。好像八年之前，我有一那么一点儿。做梦做到的。对，因为你是在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边上的很小很小的菩萨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请台长开始。有一个叫姚汉林的，他是2010年走的。啊，叫姚。他在哪儿？男的是吧？男的。姚汉林。女赵瑶。女赵瑶。汉。三弟云优子。林就是。双胞林。啊。嗯，很高，他已经在色界天了。阿弥陀佛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台长。好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台长，真的很感恩感恩，很感恩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，好吧？啊，你们就知道在天上大家都能见到。这一次呢，我在收弟子的时候，我不是把弟子都拖上去嘛？结果呢，我在拖的时候在拖弟子的时候啊，结果呢，我的一个徒弟他站在边上呢，他呢，我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，他呢就突然之间呢拖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他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他就心想，哎呀，我妈妈刚刚走掉，我看看我妈妈，师父说我妈妈在天上，我能。看到妈妈意念刚刚移动，他妈妈大的不得了，在他面前看见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在天上脑筋一动，东西就出来了，快的不得了啊！所以根本不要什么车去开过去了，还要什么飞机啊，脑筋一动就到了。所以天上好啊。